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ñorita.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't reach out. 星辰闪雨蒙蒙，世界只在你眼中，相逢不问为何匆匆，山山水水几万种，一曲高歌千行，历经才会唱到其中。给你们看看我以前的腿，自从每天晚上练了腿，每天晚上练了腿，练腿，腿腿腿腿腿，终于我的腿细了。人体肌松弛问题多，漏尿、阴道松弛、脱垂、横舒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七个盆底肌站姿挑战。首先是找到那块锻炼的部位，去找憋尿的感觉，不要接触于臀部、大腿和腹部。动作一，快收快放，关上打开，关上打开，循环20个。第二个，慢收慢放，呼吸关上停留5秒，吸气打开停留5秒，呼气关上，吸气打开，循环20个。动作三，超慢速，关上停留10秒钟，然后打开停留10秒钟，注意过程中呢保持均匀的呼吸，循环20个。第四个站立，呼气时向左转动，注意肩膀不要动，然后这个时候关上停留5秒钟。 OK， 吸气回正，好，呼气向右转动，注意要肩膀不要动，关上5秒钟后，好，回正，循环30个。第五个深蹲，呼气关上向下蹲，好，停留3秒钟，吸气起打开，呼气关上向下蹲，停留3秒钟，吸气起。I was born for ED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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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DM。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。这个动作消除麒麟臂，这个动作消除百掰肉，大臂保持不动，这个动作瘦锁骨，改善肩周炎，这个动作美胸瘦后背，缩小富贵包，这个动作开肩提升胸部线条。有一种体态问题是小腹凸起，还有大肚腩，同时还会伴随着腰痛，这是前后肌力不平衡造成的骨盆前倾。奸笑一套系统化的训练方案，快速改善骨盆前倾。第一个动作，强化臀大肌，每组12次，做4组。第二个动作，强化腹横肌，静止对抗30秒，做4组。